小米 Mix 2S 深度评测下集。总的来看，骁龙845加 8GB 基本上是目前安卓阵营当中的最强配置了，至于 6GB 版本也是当前主流的配置，所以在硬件配置上 Mix 2S 完全称得上是目前的安卓机皇。 Mix 2的拍照功能可以说是它最大的短板，如果去问 Mix 2用户，你对这款手机最不满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估计10个有9个回答都是拍照。在 Mix 2S 上，这一块短板终于被补齐了。 Mix 2S 配备了双1200像素变焦双摄 F1.9 光圈，主摄像头使用了索尼 MX363 传感器，像素大小为 1.4微米，支持 DPD 全像素双核对焦功能。在骁龙845的加持之下，新增加了多帧降噪功能，能够大幅提高暗光逆光环境下的成像质量。先来看几张 Mix 2S 和 iPhone X 的对比，从这几张图片当中可以看到 iPhone X 的样张更加接近于真实， Mix 2S 的样张对比度较低，但颜色更讨人喜欢。最后一张的是逆光环境， Mix 2S 稍微逊一筹啊，画面出现了明显的眩光，但画面整体依然能够看到细节。再看这张夜景，路灯下有些小逆光，对比样张来看， Mix 2S 的画面更亮更干净，逆光环境下对眩光的控制也更好。说句实话，这个结果确实有点出人意料。从以上几张样张可以看到，在光线良好的状况之下， Mix 2S 的成像颜色表现还是比较准确的，照片的曝光度也比较正常，同时照片的清晰度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最后一张样片，马路当中的车牌号依然清晰可见。对于夜景，得益于骁龙845对于图形处理的提升， Mix 2S 支持硬件多帧降噪功能，从样张来看，画面整体非常干净，对噪点控制的也很好，但对于高光控制的不是很好，来到更暗的环境之下，画面出现了明显的噪点，但画面整体来看， Mix 2S 的表现依旧很好。 Mix 2S 内置了3400毫安时电池，依旧支持 9伏2A 的 QC3.0 快充，同时支持 7.5瓦的无线快充。 Mix 2S 的电容量与上一代相同，但是由于搭载了骁龙845移动平台，在性能提升的同时又降低了能耗，所以理论上续航表现上 Mix 2S 会更强一些。总结，总的来看， Mix 2S 的变化并没有达到前两代的高度，它更像是对这款全屏旗舰的补完计划，使其向完美更进一步，所以 S 更加符合它的定位。 Mix 2S 的全面屏 2.0 在这个刘海屏时代依旧能够站在潮流的前线，同时从硬件上来看，小米 Mix 2S 集成了目前安卓阵营当中你能想到的最强硬件，并且它补齐了 Mix 2上最大的短板。从表现上来看，这款双摄的表现也对得起 Mix 2S 的旗舰机定位。